来玩这款游戏《先锋之海》，放置类型的啊，奇怪，怎么直接就进来的？好像没有伺服器。2×16才能开启战斗倍数，获得星星球。哦，他这招打出去了以后。着实亮眼啊！哦，自动释放必杀技。啊，我再重开看看啊，看有没有伺服器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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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哦，没有伺服器啦！哇，那他这款好像是昨天推出的吧？是4月21号。先玩先赢的。做了第四位了。直接打到挑战首领。这个还是需要战斗倍数。英雄，强化他吧。话题收益，我们看一下手厨，狼王芬尼尔，那手厨怎么是男的？这个游戏感觉起来了。蓝色是不是比较多啊？哇，无事可做。哎呀，玩起来其实没什么爆点的。那打输了。勉勉强强打赢，炸一下。哦，太难打了吧？是不是又要强化？感觉起来这场应该是要打输的，也太难打了吧？未获得。这是给钻石吗？给石头的，没什么变化，有没有什么抽角色？这边是爬塔，镇长特训，召集令，招募还没开启吧？登录第一天有这个1000颗。福利也很差欸，
这究竟是有开服吗？还是还在公？哎，还是在封测？我还是觉得先不要玩吧，没有伺服器耶，福利也不怎么样，战斗还可以接受啊，但是其他地方表现起来就稍嫌频繁了一些啊。打不过了，好了，我也差不多要删掉了，这直接把我干掉吧，节奏太慢了，大家拜拜。